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茶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鸿愿之音和新禅风联合制作推出的《菜根二人谈》。今天呢、啊，咱们这个现场依然在玉泉寺。呃，大家想，肯定呃，肯定想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我们现在看到是头上有一轮明月，然后我们现在是在玉泉寺的这个古波州堂，啊、呃，看到后面有两棵四百多年的这个桂花树，啊、呃，可惜这个时节，呃，桂花已经落了。 那么我们在《菜根谭》里面有两句话，就是这两句话和这个花也有关系。那么我们请这个师傅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而且特别大家对人到中年的人来讲特别有感触。没错，啊、呃，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在的古波州堂，身后的两棵超过四百年的桂花树。 跟我们今天晚上所要品读的《菜根谭》这段话非常的相应，哎、所以很应景。嗯、我估计跟这个洪老先生也是看了这个书发出的感慨，嗯，或许有同感。啊、嗯，秋冬之际，我们来品读这段话，可能感触嗯会更深刻一些。嗯。嗯 在我们直播间，大家可能看到，嗯，哎，这一段话已经写出来了，对，也是我们今天的大礼包。很多网友这一段话可能都很熟悉，甚至有些朋友啊，经常把这一段话作为座右铭、嗯，对，这样的书法作品也是常见的。 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 云书，慢慢品，嗯，就像嚼菜根一样，嗯，吃货我自己的感受啊，对，听了这个这段话，我还是心情比较沉重的，因为人到中年的嘛，那么对自己的过往啊，会有很深的一些这种感慨，啊，就像我们最近发生的这个事情。 啊，新东方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俞敏洪在做直播的时候，他的一种这个情绪，包括他现在目前面临这样的困境，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深有同感。啊，你看自己在这这个新东方上市公司的企业，从两千三百多亿一下子丢了两这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这个市值，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很多教学点要被撤掉，然后几万名员工又面临裁员或者失业。 在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人都很难去承受这么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毕竟人到中年了嘛，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很有同感啊！嗯、哎，王总在讲这个案例的时候，我看得出是由心而发。哎、在之前我们的呃、哎、交流过程中啊。 我听到王总曾经提到过，嗯，我们新禅风也遭遇过这样的困境，也有类似的困境，嗯、哎，所以王总这番话，嗯，应该是找到知音一样了，感同身受，<laughs> 没错，感同身受。<错>受那王总其实还是很了不起的，嗯、哎，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品读《菜根谭》。 相信新禅风接下来会有更好的提升。就像我们看“宠辱不惊”这句话，怎么品都像是饱经风霜、嗯，阅历丰富的嗯人生历练。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看淡花开花落。嗯，庭前，这说明是自己居住的环境，就像我们在古波州堂，嗯，这个四合院，这更多的是自己的生活空间。 经历了世事沧桑，从作者的角度讲，嗯，可能有这么一种感触，哎，是时候让自己静一静了。嗯，我们解释这个宠辱不惊，也就是他之前肯定是有高光时刻，宠<错>嘛，没错啊，就像这个，呃。 呃，这个新东方，对，俞敏洪，对，他创办企业上市那天，<对>没错，那肯定就是他的这个高光时刻，高光时刻是的啊，哎、呃，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因为有高光时刻，所以就会有失去光彩的失落感。嗯，事实上，失落不一定损失了什么。 因为在高光之前，可能还没有失落之后拥有的多。嗯，但中间经历过这么一个被宠的阶段，就是所谓的高光时刻。嗯，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心态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没错啊，毕竟被大家都捧在那个舞台中央。是的啊，从人生历练的角度讲，嗯。 这有可能是剧情特别需要这样的剧情才有张力吧。嗯，哎，就像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那是需要特别制造一些冲突的镜头，让大家感受到强烈的画面感，冲击力很强。过后，整部影片其他的细节都忘记了。 就是这个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的画面，让人记忆深刻。如果人生是一部大剧，完全可以看作，在某些必要的环节，需要有跌宕起伏这么几场戏，嗯。 这是我们退居到庭院来看之前的宠辱，而后啊，就会有平常心的一种总结。嗯，就是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不会大惊小怪了。嗯，这说的是。 经历世事沧桑之后的沉淀，心态更加的稳重，嗯，平和了，嗯。但是从我个人理解来看，就是我现在看所有的电影，包括所有的电视剧，呃，都不存在那种代入感，就是我我我已经很清楚知道那个是在演戏，啊、呃。但是恰恰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它是真实，所以一直就。 很难转过的这种，这个念头转过来，因为那个看电影我是觉得很过瘾，但是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这种心态确实就不是属于那种说，我只是看个热闹，它确实有的时候会会导致你的这个情绪也好，包括这个内心的这个脆弱感也好，它会让你会产生很多的这种这种负面的情绪，没错的。 呃，所以刚才王总提到呃俞敏洪这个案例，呃，深有同感啊。所以我看他，呃，可能就看一场戏没问题。我觉得很多人在评论的时候也、嗯、也<的>也有这样的，的呃，这样的评论，就看看人家演戏啊。对。那你这个自己是感受不到这个痛苦，没错的、啊。但是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他真切的能够感受到。没错。嗯。所以修行呢，实际上就是在生活中啊。嗯。 深刻的感受一番，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场大戏，必要的精彩的地方是需要有这么几个镜头是跌宕起伏的，嗯，是意想不到的，这样才会让大家感觉到这画面是很惊喜的，剧情出乎预料，它有悬念，但是主人。 主角还是要保持清醒的。既然人生这一场戏，我们需要演的出彩，嗯，那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状态，嗯，不能够在剧情的起伏当中失控。当然，我们在经历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些情绪，嗯，很真实的表现出来，嗯。 但在现实生活中，嗯，这样的剧情，它都是直播，嗯。我们要强调的是，不管生活经历了什么，嗯，都需要继续往前走，嗯，不能因此停下生活的脚步，嗯。所以，后面这一句，境界就非常开阔了。 去留无意，嗯，这说的是格局呀、啊。来来去去，这是人生的格局。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做到无意呢？这是一种理想的格局境界。我很希望，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心无挂碍。人生不管经历什么。 都能够风轻云淡。白天看看云卷云舒，哎，这个有明月的夜晚，嗯，我们抬头看看明月，谈谈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感想。嗯、对于过去曾经类似的，像新东方或者像王总。 新禅风曾经的坎坷，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嗯，波澜不惊，如如不动，这是这一段话，嗯，它所呈现出的一种意境，嗯，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看似非常的唯美，富有禅意，嗯，但是。 细心的品读，嗯，的确实，是需要一番历练的。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重复。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其实都是现场直播。哎，我们今天在前世今生这个镜头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很多画面，其实。 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平常的一面，但是如果让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好像是复制了，啊，越来越没味道了。啊，没错没错，啊、哎，倒是我们现场这么直接交流，嗯，嗯感觉到或许嗯会更真实、嗯、更深刻一些。嗯、我跟师傅接触这么久、啊，哈，就是有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 师傅对任何事情看起来就有点像这个云淡风轻，但是我真的不相信，师傅难道心里会没有波澜吗？当如果你在讲经弘法的时候，就一直这么受欢迎吗？难道没有不受欢迎的时候吗？甚至被人家轰下讲台的时候吗？哎，这个问的非常的及时，嗯，波澜不惊，嗯，是理想中的心境，嗯、就像我们在谈经论生活当中。 反复的讨论，慧能大师本来无一物，那是何等的自在，何等的潇洒。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有时候自己可能都相信了，我也是本来无一物。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有起起伏伏。 我在面对大众的时候，心里或多或少也会有些期待。刚开始的时候，嗯，这些心理状态，嗯，都是会常有的。哎，所以这叫历练嘛。慢慢慢慢的，就会习惯。在讲台上讲的好与不好，慢慢看平淡。 因为好与不好，除了自身的感受，还有大家的评论和认可度。嗯，开始多少会在意一些。嗯，渐渐的就习惯了。这个习惯不是说完全不去管大家的评价，或者说不在乎讲的内容了。嗯，而是慢慢能够懂得，这就是。 人生的历练，也多少能够理解那么一点点“神秀大师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实践功夫了。嗯，从境界上讲，我们更希望，嗯，修行人都能够悟透、悟穿。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下子就真的能够看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嗯，江湖风云起，稳坐钓鱼台。嗯，任他世事沧桑。 我自如如不动，多么希望这一种境界就是我现实的生活。可是，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复杂场景的时候，才发现，嗯，我们有很多、啊、库存的习惯，就是所说的习气，嗯，就是我很想把一些事情看得平淡一些，可当我遭遇的时候，我发现。 我平淡不了，我很想处事待人接物，样样都不计较。可是忽然有一天遇到了某件事情，哎，我发现我不淡定了。哎，其实这个倒是好事情，嗯，就是从个人学习修行的经历来讲，这是发现了自己的短板，嗯。 在讲台上的历练，跟我们在生活中舞台上的锻炼是一样的。嗯，及时调整。嗯，有这么一段时间之后，讲台上面对大众，哎，终于能够谈笑风生。嗯，能够看着每一个人。嗯，欢喜的表情，不解的表情。 也能够相对自在的继续分享自己对佛法的理解了。嗯，不是完全没有波澜嗯。嗯，在这,这里我们也让网友分享一下、啊，没错，没错，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对>比如说他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在你人生当中这种大起大落的这样的事件啊，也可以发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留言里面。 然后待会儿我们看到的时候，也会请师傅来帮我们做一些开示。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现场的互动当中。嗯、虽然很多网友嗯没有机会来到现场，嗯、但是我们可以呀、啊，有现场的感觉。嗯，就像我们穿越一千四百年。 来拜访智者大师一样，就像我们昨天聊到神秀大师一样，其实啊，时间、空间不是问题。嗯，思想同频，心灵共振。我们这个话题是相通的。嗯，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网友也会有类似或多或少的一些经历，有些。 是不愿意说，嗯，有些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去分享，嗯、那在直播间里面呢是可以随意的，嗯，嗯这样呢可以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或者我就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都没有关系，嗯，今天话题虽然有点这个云淡风轻啊，但是我们的问题啊不妨血淋淋一些，我觉得也没有任何关系啊，也请我们师傅能够多做一些这个指导，呃，这里啊我看了一个。 呃，一段小段话，哎，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感触的。可能这个他讲的会很实在，然后，呃，大家听的可能会有一些，呃，受不了啊、呃。所以我，我把这个念给大家听一听啊。他说，在这个北野武的这个小酒馆里面写道啊，人这种东西啊，不管外表修饰多么光鲜亮丽，啊，剥掉一层皮之后呢，就只剩下这个一堆欲望。 人生最可怕的，就是在欲望的道路上裸奔。可能很多人对这种会感触很深。嗯，啊，我、呃、我不知道师傅他，呃，您您这个会不会，呃，比较忌讳谈论这个话题？呃、哎，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嗯，怎么会忌讳呢？我们是普通人。 我们需要面对人性的弱点，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经常去跟古圣先贤去交流，嗯，去互动，嗯嗯、我们从学习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带着欲望。 去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讲，这完全可以理解。那或许会有些朋友想啊，哎，那佛教不是教人，哎，不要有欲望吗？哎，这也是个误会。熄灭贪嗔痴，对对,对,对，这是很专业的误会。嗯、你想一下，佛教教谁呢？ 教众生，嗯，就像老师教各位同学。当然了，老师的标准有时候可能定的很高，用毕业的标准来跟大家谈学习的宗旨了。可接下来要实际操作了，对刚刚入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那肯定是从一二三说起的。这就类似于。 佛法最终达到的境界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刚刚开始下手的时候，那总得有个时时勤拂拭的过程。欲望对多数人来讲，有可能是生活的动力，也可能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哎，对，没错，没错，完全没有。 这显然不现实嘛，至少在完全理解欲望之前，嗯，多数人是做不到没有欲望。我觉得六祖慧能在见弘忍大师的时候，他说他想来做佛，算不算一种欲望？对于欲望的理解，在佛法中呢，嗯，是从不同的维度加以说明的，有恶法欲，有善法欲。 像刚才所说的，能大师见到忍和尚，说：“我今天到这里来，为求做佛，不求于物。”从世俗的层面讲，哦，他还是有所求的嘛。嗯。从佛法的维度说，他这个欲望，嗯，升华为愿望，嗯，是一种纯洁的愿望，嗯，不是为自己而求。 是为一切众生而发愿，哎，这就是刚才说的标准不同了、啊。其实本质上说的还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股原始的动力是一样的。比如像刚才举到的，欲望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发财没错，有些是不择手段的去、啊、满足自己的欲望，嗯、呃，这叫恶法欲。 有些是通过善良的手段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善法欲；有些是从宏观的角度，格局更大，为了利益更多的众生，当然要提升自己的境界，让自己更加完美，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帮助众生。嗯，这一种就是升华版的欲望。嗯。 本质上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嗯，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感觉上更好，嗯，就大家的理解不一样嘛，嗯，在每个阶段，我们对人生的这种感悟是不同的，就像刚才我们直播前，哎，王总有提到，冯志恺经常会。 用弘一大师跟他讲的人生的三重境界，类似这个情况：物质、精神、灵魂。没错，在物质层面的欲望，是多数人，嗯，都需要经历的。应该是芸芸众生都应该经历，没错，都会经历的。的历的对，嗯，这个阶段过了之后，人可以主动提升，到二楼去看看。 在精神层面，可以不断的去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嗯，哪怕真的是人生经历了重如起伏这些过程，也可以在庭院的阁楼上闲看花开花落。嗯，哎，这说明自己的精神境界。嗯。 是非常富足了。嗯，师傅，我们接下来这个有位师兄，他有在这个群里面，在互动间里面有在说一个问题啊，我请师傅来开示。他说，男女朋友啊，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结婚没多久又离婚了，这算不算大起大落？这种情况、啊、应该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哎，这个问题比较社会化，嗯,嗯，常见。 这是属于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大起大落”也无非就是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方面。这是精神层面偏多一些。可能这个打击比少赚这个一百万还要大一些。哎，经历过之后，不妨回到阁楼上看看。 花开花落。前段时间桂花落了，或许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落感，但是你看看桂花树还在，明年同样的季节，它又开花了。人生有遗憾，可能也有惊喜。那假如。 它不像花，今年落了，明年会开呢；它这一次过去了就没了呢。没关系，我们可以换个视角，不必盯着这一件事情、这一个人，或者说这一种心境。人生有很多值得去关注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跳出这个小庭院，去看天上云卷。 匀速了，嗯，所以这个两句合成一段，它是互补的，就是如果心态上能及时调整，非常好，嗯，如果心态没有及时调整，不要消极避世，要主动去拓展人生的格局。哎，你看呢，范仲淹，嗯，也有类似的两句话，不以物喜、嗯，嗯。 不极悲悲，嗯，现在的说法就是换位思考，要及时的转变观念，嗯，生活嘛，无非就是感受这回事跟这个人在一起，用佛法的话讲，时间长短，它是有缘分的，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这段缘分。那真的有一天。 这个缘分，缘尽改变了呢。啊，哎，我们不说缘尽，说缘尽又挺挺难过的，不是吗？你刚刚还说这个事情，不不让人挺纠结的。不说缘尽，嗯，哎，换一种方式，嗯，可能这个缘啊，出行了，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去散散心，嗯，一段时间之后，他又绕到自己身后了，嗯，不一定是同样一个人，或许是。 更好的人呢，嗯，可能有惊喜，所以这位网友不妨期待一下，嗯，明年的花开的可能会更灿烂，嗯，等待的人或许会更幸福，嗯，这算是让自己的心境，嗯，从曾经的经历中抽身出来，嗯，时时。 潜伏是吗？<浮世>嗯，我觉得有位网友说话也说的蛮好的，他说：“这个人生的起落啊，是无常的；拥有啊，是侥幸的。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拥有看作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东西，它反而是侥幸的。可能我们经历的这个起落、啊，可能反而还是正常的。”没错，哎、呃，这么说呢，我们今天很幸运啊。嗯 你看，我们拥有一个庭院，虽然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嗯，我们拥有了，哎，像天空的明月、山间的清风、庭院中的桂花树，嗯，还有王总，我们彼此之间相遇的缘分，这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嗯，而这个拥有。 我们放在整个人生的大格局中，其实它是有有效期的。嗯，如果这么去看，那云卷云舒，另外一番意境就出现了。我们在关注云卷云舒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天空它是多么的广阔，任云卷云舒。 嗯，原来我们的生活空间比我们曾经想象的可能还要广大。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这位网友说的其实非常有现实意义，这简直就是真理呀、啊！嗯、佛法说世间是无常的嘛，什么叫无常呢？ 就是拥有，它真的就是幸运了、啊。我们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两手空空；将来要走的时候，即便我们准备好，手上拿着大量的金银财宝，一样也带不去。曾经我们以为拥有，过后我们发现。 其实都是暂时，这两者之间，我们该怎样去平衡呢？所以回过来，那句话就真的很好用了、啊：把握当下，我们当下所拥有的，就是最值得去珍惜的。过去拥有的，现在可能。 已经不在了，嗯，下一个阶段拥有的，可能不再是眼前的场景了。客观来讲，我们从感受层面所认为的拥有，都是当下。就像我们现在说，昨天我们在大殿广场前银杏树下，其实那是昨天的当下。我们今天的当下就是。 这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在这个庭院中，我们在共享这份缘。所以，把握当下，拥有真的就是幸运。嗯。但是有些人也会说哈、啊，可能因为这个人的境遇是不一样的嘛。我这一辈子，呃，没有穿过一件漂亮衣服。 没有开过一辆跑车，我也不知道这个这个鲍鱼、山珍海味是什么味道。那我这一生算不算是活得很失败？如果那还让我去看这个云卷云舒，哎、体会不到、啊。从社会现状、市井普通生活的画面中。 我们要拉出这么几个案例，仔细的来观察一下，或许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遗憾。就包括我们彼此，虽然我们需求不一样，但或许曾经，就像新禅风王总，是不是曾经有这样一种美好理想的心愿？ 我要把新禅风打造成为在行业中至少有影响力的这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平台。嗯。可是，一段时间努力之后，发现，哎呀，差距挺大嘛。嗯、是不是？没错。这采访还经常被拒绝。哎，这个有没有有没有可能？就像刚才说的，我什么没有吃过，我什么没有体验过，让让问王总也体验一把。 哎，就是，有这么一种成功的喜悦感，这还是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话题，嗯，就是每个人的欲望，表现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身份上，本质上是一样的。对于没有吃过山珍海味的人来讲，可能他认为我吃过山山珍海味就不会有遗憾。 但是，当吃过之后发现，这仅仅是遗憾的开始，欲望膨胀的开始。嗯、没错，没错。嗯、所以，这个理解可能需要换个角度，就是我前面有提到这么一个词：我们要懂欲望，要理解欲望。欲望是谁呢？欲望是山珍海味吗？ 欲望是股市吗？欲望是财富吗？是地位吗？不是的，欲望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理解自己，深层的自己，就像前面念的那段文一样。我们可能生活中有很多的一些装饰啊，不说伪装吧，嗯，很多的装饰。 我们之所以这么去装饰自己，极有可能就是受我们内心欲望的支配。我希望用这么一种形式来实现我欲望当中的某个目标。其实我们被动了，欲望他在表达的时候，或许我们真的没有。 静下心来听过，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你要懂我，我需要有人理解我。其实这就是心灵的对话，就是我们需要直面自己的欲望，我们需要进一步看看我们内心。 内心本质上更需要什么？没有品尝过山珍海味，从物质层面讲，可以品尝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实验，请这个朋友吃一餐，过后呢，还会有下一餐。这个下一餐不一定是指山珍海味，而是指。 比山珍海味更高的要求。呃，师傅讲这个，我想起了一个小说《白鹿原》，这个陈忠实写的一部小说，这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有两个堂兄弟，一个叫鹿黑娃，一个叫鹿兆鹏，就他们俩人在上学的时候，鹿兆鹏家里是呃这个地主嘛，然后鹿黑娃是他们家长工的儿子。 然后他有一次上学的时候，陆兆鹏给了他一块糖，让他吃。呃，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然后这个陆兆鹏再给他一块的时候，他把他给拍掉了，甚至给他打了一架。他说：“呃，说的比较粗鲁，他说再也不想让你，就是让我再吃这块糖了，因为什么？好吃，但是以后我吃不到了。”嗯，没错。 多少有些无奈啊！我们如果去放大这个点，那可能是无解的一个现象。所以回到问题本身，就是欲望本身是什么？就是你千万别放纵我内心的欲望。哎，放纵呢，这是从社会的层面啊去解读。啊、我我刚才就是特别用。 我们要懂欲望，哎，各位网友，大家也可以嗯略作思考。嗯、懂欲望，就像我要懂王总，王总你要懂我，就像两个人交朋友要互相懂。什么叫懂呢？就我可能说的这个话呢，词不达意，但是你你懂我意思吧？哎，就这个意思。嗯，就是欲望呢，他可能很很天真。 很淳朴，很生态。他用一种很原始的方式表达，但他深层是隐藏的意思是，他很想生命更精彩。嗯，这个就是佛法为我们说明的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一点。 当年的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夜赌明星，大彻大悟，脱口而出：“奇哉，奇哉呀、啊！”哎，跟我们今天在讨论智者大师九旬谈妙，那是异曲同工。 妙哉，妙哉！妙在哪里呢？佛说奇哉，奇哉，奇在哪里呀？嗯，奇哉，奇哉，奇就奇在、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直截了当的说，一切众生看起来是被欲望驱使，其实是跟欲望的一场误会。 嗯，在欲望之下，隐隐约约看到了有保障佛性，这就是生命最可贵的一点。你看，不论是放纵欲望，还是被欲望驱使去追求某些享受，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点，想要快乐。 嗯，如果欲望能够无穷尽、没完没了的放纵，嗯，而且确确实实不会损失什么的话，相信会有人铤而走险。为什么呀？因为这股力量太强大了。从追求的结果来讲。 本质上是希望更快乐的，嗯，但这个这个过程中极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伤，最终导致不快乐。也就是说，欲望本质它是希望更快乐的，可是因为我们对欲望的理解有误，用了相对不成熟的一些技巧，最终。 得来的可能是痛苦，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可能误会欲望了。哎，那什么叫懂欲望呢？什么叫理解欲望呢？哎，这就像能大师懂了忍和尚嗯所说的《金刚经》一样，他之前跟我们一样。 虽然他天赋异禀，但他也是普通人的身份，嗯、去求做佛的吧。他的心跟我们的心也是没有差别嘛。他一些懂啊，就是脱口而出那几句话，真是太精彩了。何其自信，本自清净，那不就是说我的欲望？ 本来是很纯洁的吗？我的心性、心性跟欲望你怎么分呢？能大师悟的彻底，就是他认识到这一点。所谓欲望，全体就是心性啊，就是完整的自己呀、啊。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它总是一回事吧。缺乏物质的人，希望用物质的方式去填补。 嗯，精神空虚的人希望用精神的充实来生活；迷失心性的人希望找回心性的方向感。嗯，哎，这就是刚才说的能大师。如果我们说他的欲望，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的？那就是佛法说的，他发愿啊。哎，我们刚开始学佛也都是这样。 刚开始学佛，很多朋友烧香拜佛许愿，多半是世俗生活很琐碎的这些心愿，也包括了刚才这个网友，可能已经悄悄在观音菩萨那里，哎，观音菩萨，再帮我找个女朋友吧，找一个靠谱一点的，永远不要分开的，哎，这是常见的嘛。哎，以后慢慢慢慢学习发现，哎，这个事情嘛，其实现在说来不好意思了，那是若干年前的事情。 现在我已经发愿要行菩萨道了，我要利益众生了。可是，请问一下，那心是谁的？嗯，这中间改变的是我们对欲望的态度，没有改变的始终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个话题这么聊，其实是有些深度了。嗯。 因为既然讲到人生感悟、人生历练，嗯，嗯我们需要穿越一下，嗯，在这一方面有感悟的这些先行者，他们所说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听一听的，嗯，包括《菜根谭》的作者。但师父，我有一个很纳闷的问题。刚才谈到佛教对欲望的一个认知，为什么？ 我们这个在描绘极乐世界的时候，会用各种呃最美好的，或者说最最应该怎么讲，就是七宝啊，什么金银珠宝、琉璃什么车磲什么类似这些，来描绘这么一个极乐世界。它是怎么了？诱惑人去吗？还是说把我内心的这个欲望激发起来，让我去那儿？ 你猜对了一半，<laughs> 要不然极乐世界这么好，为什么呢？为谁准备的呢？就是为王总啊，就是为我们听闻到这个事情的人呐、啊。跟刚才所讨论的欲望的话题无缝对接，极乐世界生活那么好，你看物质层面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了。 精神层面绝对充实，心性层面那绝对是高大上顶配的，何止三层楼啊！所以极乐世界是量身定做版的幸福美好生活场景，可以说满足了一切生命对于欲望的需求。 当然，在介绍的时候是选择性介绍的，就像我们在介绍玉泉寺，玉泉寺文化底蕴太深厚了，从时间上算都超过一千八百年了，哎，所以包括王总在内到玉泉寺看看，哎呀，这故事太多了，是吧？我们从哪说起呢？这就像我们讲极乐世界。 佛在经上为我们介绍的，其实嗯，是选择性的。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场景？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介绍呢？就像我们今天在聊玉泉寺，为什么从智者大师这个视角切入呢？因为它有代表性啊，因为他是东土世家呀。为什么讲极乐世界的时候，讲极乐世界的地，哎，是琉璃的？ 黄金做装饰，那树都是七宝的，那人呢都是非常友善的。想吃什么，念头一动就出现了；想到哪里去，根本不需要交通工具，情景及时交互，马上就在现场了。 你看，对比一下，这不正是我们现在生活中需要的吧？就是刚才举的例子，什么山珍海味，什么亭台楼阁，什么高光时刻，这正是为我们而准备的。哎，这个话题聊到这个份上，嗯，真的是痛快。原来所有的欲望，在佛经里面早早就等着大家了。 欢迎大家去，是吧？啊、没错，没错。啊、呃，这位网友又又呃,呃,呃有一个问题，他说呃，我想请教师傅，有桥不怕坑，怎么理解？桥是救赎还是自救的这个媒介？这个太形象了，在跟我我觉得感觉这位网友在跟师傅挖坑啊。哎，还好我们有桥。啊 <laughs> 人生路上可能会有些坑，呃，建议各位网友自带桥梁。出门的时候，呃，可能在行李箱里，呃，要准备几座桥。有时候不经意间掉到坑里了呢，啊，梯子也要带着。我们要学会自救。这就是说。 在生活的种种遭遇中，我们需要适应。适应的过程，就好比是：虽有流水阻我路，助我渡过有小桥；虽有流水复流水，自有一桥又一桥，不怕坑多，咱有桥。 万一不小心掉坑里呢？这不有梯子吗？总得继续前行。镜头拉远，哦，原来是剧情需要。如果不这样，人生岂不是太平淡了？我们在看别人的剧情的时候，总希望精彩一些。你们两个打，你们两个吵，你们两个，哎呀，这个这个还不过瘾。 <laughs> 可是，忽然镜头就对准我们了。其实，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面对着一个镜头。每一天的生活都是现场直播，我们大可以看作是剧情需要。嗯。回过头来，我们或许多少能理解一点。洪应明写这段话。 或者说他收录这段话，应该是有感而发。呃新东方这个话题啊，还没聊完。俞敏洪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把他的这个八万套的课桌啊、呃、送给了这个山村的这个小学哎<吧>学校要，要点赞要点赞。然后呢，这个带着他的几百名的这个员工开始做直播卖农产品啊，一个是。 呃，辅助这个农呃脱贫，然后另外一个也带领大家转型，啊，那大家对他，师傅对他这种心态的一个调整，您觉得他是不是悟透了这句话？呃，有没有悟透呢？哎，不好说，但至少自己有桥了，嗯、有梯子了。虽然这个坑掉的比较大啊，对，没错没错、啊，甚至快爬不出来了。对，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嗯。 能够转弯了，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走过来就好。有些事情啊，不是一定要问个为什么，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需要的是接下来做什么，往哪去，这样才不会被曾经。 或者当前的遭遇所困，嗯，所以这个洪老先生这段话，应该还是没有讲完的。就是我在面临这个起落的时候，我是这种心态，但是这个心态建立来之后，还应该怎么样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没错，人家卖菜根嘛，嗯、呃，所以菜根呢，销量好，总是得有味道，让大家回味。 各位看官各自品尝，这个话它妙就妙在，每念一遍感悟不同，每个年龄阶段的感悟也不同。没错，嗯，可能有些网友念初中的时候，嘿，就看到这段话，嗯，哎，感觉这段话挺笑场，就太我我我会觉得他木气太重，就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嗯，好像感觉这个。 讲这个话的人基本上已经到了中老年的这个阶段了，听起来像是饱经沧桑。沧桑、啊，嗯，但是这个话呢，听听还是挺有禅意的嘛。如果真的能够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达到这样一种境界，那未尝不是一种享受嘛。所以他留了余地的，因此我们今天才有得聊。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像刚才所举到的这一种代表性的案例，更多的人呢是围观，哎，因为多数人是没有机会一下子损失几千个亿的。是的，但是围观他也觉得很爽啊，看热闹啊。 不嫌事多，<laughs> 所以回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时候，哎，其实相比之下，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啊！看看，我们虽然成就不算大，不过生活过得还算充实。如果要说成功，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给自己的生活重新定义成功。每天能够有相对从容的心境，比较乐观的心情，对现实生活中的遭遇有看得开的眼界，遇到一些琐碎的事情。 也有那么几分洒脱的意思，嗯，这就算是很成功了。活着本身就是成功。呃，师傅，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经历这个人生起落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想起这句话的时候，啊，会感觉。 我是不是应该收敛一些，或者说是不是应该这个脚步迈得慢一些？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自己这个对目标的一种追求？没错的，所以听到，因为他下半句没讲完，或者下半段没讲完，他让你看呢啊，嗯、前面你看看庭前花开花落，嗯，收收心，往近处看。 但是如果自己因此消极、避世、碌碌无为啊、呃，那这个不是作者的意思，所以后边才有要往远处望，望就是看远一点，看高一点，不要停留在自己现在消极或者认为的安逸状态中。 需要再出发，这叫去留无意，嗯、因为人生的下一个目标在等着我们呢、啊。嗯，王总，我们新禅风的下一个目标很值得期待哦。嗯、这个调整心境<错>再出发，没错没错。没错嗯，新禅风这一阵风会给各位网友带来什么惊喜呢？ 这是王总接下来嗯，要好好的去思考的嗯，呃，在这个节目快即将结束之前啊，给大家先汇报一下啊、呃，刚才师傅说的这个惊喜，在明天的晚上啊，大家可以去呃，明天晚上八点啊，也是八点来看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在益泉市已经采访了两天的时间了啊、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 比如说，您知道隋代这个度量衡它是怎么设计的吗？它的一斤比我们现在多少两？啊，在玉泉寺你可以找得到答案。啊，在玉泉寺还有一座铁塔，啊，是叫千佛塔。啊，它的重量是多少？塔上雕刻多少这个佛像？明天也会给大家一个答案。所以类似的问题啊，在明天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两位神秘的嘉宾来跟大家进行交流。 也包含我们人山法师，所以明天的这个直播更精彩，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新长风的直播。今天的这个拆根二人谈就到这里，非常感恩师父的开示啊，我们调整一下心境，再重新出发啊，感恩师父啊，阿弥陀佛，各位网友不见不散。